壁花，我送你一件又一束鲜花，代表了我的诚意。谢谢，希望你收下。谢谢。嗯，看看几朵啊？不是九十九朵，十一朵，十一朵，一心一意。对，一心一意，两个就是单身，组合到一起。真是海底栽花，根子深啊！这十一朵满是寓意的玫瑰花送出去，搁哪个大姐看了都得迷糊呀。年轻人来，张哥来吧，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，不能穿这衣服，张哥来劲儿啊，哎，不用使劲，哎，来，预备，好 ，Ready Go， 挺有劲，哎呀，咋样呀，张哥，还是年轻人，年轻人力大，你是真让。不是样了，东北年轻人嘛，也是有力气。啊、我这岁数咋的，60多岁了，是不是也感觉挺有劲的？有劲，也是让我。献丑。天空一声巨响，咱大哥闪亮登场，咱还真是大姑娘做花轿，头一次啊！一上来大哥就和摄像小哥掰起了手腕。别看咱大哥60多岁的年纪了，还真是老当益壮，雄风不减啊！要不是咱小哥提前吃了几顿生蚝，说不定真的就要败下阵来啊！那时候就挺爱好体育的，学校就是打排球什么的，我还排球队的呢，主攻的，个头也够 啊！对，因为个头够，然后人家学校老师一挑就把我选上去。白天有的时候跟一帮姐们儿上社区走走模特啥的。啊，你还会走模特 啊？就玩儿呗，就锻炼身体，都是锻炼身体。这走模特部通常穿啥？旗袍吗？啊，旗袍。天空两声巨响，咱大姐闪亮登场，真是端午节吃粽子，皆大欢喜啊！大哥也是酷爱运动，没事就喜欢举举哑铃、游游泳。大姐一说起自己的兴趣爱好，两人真的是完全贴合呀。人家不仅是运动健将，而且还是模特啊，这旗袍往身上一穿，那指定也是疯子绰约女人味十足呀。老谢，哎，还挺有气质，挺有颜值，还挺好的。我觉得个矮点。大哥，你个多高？我个一米七。这以前是1米7，现在有没有1米7，我也没量过。好像没有了。大姐觉得你俩差。好像我比他高。那你看都是平底鞋了，现在。没穿高跟鞋。那你这个个头，你很在意吗？咋说呢？比较在意。觉得这个岁数，你看也不生孩子。行，真是土里庙里填窟窿，不妙啊！大姐觉得大哥的个子比自己矮了一头，也是胡同里赶猪，直来直去，直言自己十分在意身高这一点。红娘也是扁得挑水，心挂了两头，对大姐一番好言相劝。咱这个年龄又不生孩子，丝毫不用担心影响到下一代。而且咱过日子看的是人，可不是个子，个头再好过不好日子也是白的。你看看那个哑铃。挺好，不沉。一个，他天天锻炼的人拿这个还是可以。大姐天天锻炼。是吗？也是。我俩太喜欢。也挺不啊。不，但是不玩这些东西。我这是以前就是上学的时候玩的时候，在学校田径队儿，完就到上班基本。大哥是田径队儿，大姐是啥的？排球队儿的。对，也爱好体育。是吗？那挺好。你看人天天锻炼，举哑铃干什么呢？也挺好啊。身体也挺好，太极它的修身养性这个东西挺了不得，挺好的，我也挺喜欢。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红娘找准时机也是赶忙牵线搭桥，直言大哥也是运动的好手，俩人在这点上可谓是十分相配，也是对大哥的印象有所改观。毕竟身体才是过日子的根本啊！大哥那头一听到大姐都有所涉猎，这心里的爱更浓了啊！爱情经不起等待，大声表白就要现在。一下就是你在什么单位呀？就是建工集团的。大哥也是。也是挺巧的，我也是建工集团。对，原来不都是一公司、二公司、对以前三公司吗？以前都是名称，都是长春市第一建筑公司。对，你也是一公司的。
我是一公司的，对呀、啊。我这咱俩一个公司，你这俩一个公司，但是不是在一个处好像。你俩还挺有缘，都是一公司的。嗯，咱俩认识了，我说说我家的情况。行。真是一好加一好，好上加好啊！一了解才知道俩人之前是一个公司的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，这还真是满满的缘分啊！咱都以为是月老在背后偷偷牵线呀，俩人的工作经历相似，这以后说话唠嗑也不卡了呀。爱人吧是2018年去世，现在我的工资呢开到3800块钱，完一个孩子一个男孩结婚了。我家姑娘反正没结婚呢，还上学呢、嗯、在大连上大学。大学呢现在大几了？大四。对于他姑娘没结婚这事儿，你介不介意？实际上只有人不介意，因为啥呢，我的工资和他的工资生活用不了用，就整个把他的工资就都给他姑娘，就是给他姑娘，就是供他上学，我的工资就可以生活。咱得说挑不出人家啥毛病，就是为人处事什么的各方面，咱得说人家做的都挺到位，最主要的还是个儿矮，总感觉那差的就差在这个个上。咱看这么亲事也是断了线的风筝，没指望了啊！大哥一听说大姐还有个女儿没出嫁，人家这心里是一点都不在意的，直言就算是大姐的工资全都给人家，自己也丝毫不介意，嫁汉嫁汉穿衣吃饭，就是要把媳妇养得白白胖胖的。大姐虽然心有感激，但还是直言身高这个坎过不去。大哥各方面都挺好的，说的跟那个这家呀收拾的哈，各方面真的都挺好的，还是差在个头上，我就感觉，哎呀，我长得太那啥了，长得太高了，当朋友吧。是当朋友，虽然不在一个处，也是一个单位、一个公司的，也认识也算缘，也是缘分吧。是。最后也是相亲失败，遗憾退场。咱大哥还真是饮恨西北，毕竟这打娘胎里出来的个子，可实在是没招啊。不过咱也别灰心丧气，世上美女千千万，这个不行咱就换。发现你这小玩具挺多呀。我就喜欢这些小东西啊，你看看、电视上摆仨，这沙发上是摆六七个呢。一个人挺孤单的，看个啥的啊，然后就买点那个那啥、对。咋的了，大姐？没事。哎呀，一提到一个人孤单，就心不得劲儿。哎呀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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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一个人自己在家挺寂寞的。那大姐，你属于单身多少年了呀？哎呀，我家孩子这么大，3-4岁吧，得30多年。我家孩子现在35。那儿子现在在哪儿啊？深圳。儿子在深圳。嗯。回深圳定居了。定居。那这身边就自己一个人啊。对，回来再不就把广播打开，再不就把电视打开，有声音就陪伴着我，就是有声，然后再有这些小玩偶。对，真是黄连树上挂苦胆，一个更比一个苦啊。咱大姐自从和前夫离婚，硬是一个人单身到了现在，这30多年咱都不知道人家咋过来的，每天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，就是为了能让这个房间有点人气，床上放着的玩偶小熊也是想让自己有个伴。回想起一个人的艰辛坎坷，眼泪都止不住的掉啊。如今铁树开花再逢一春，就看能否抱得老公归了。想找一个就是说人干干净净的，有双宝的，身体好一点的，喜欢好锻炼的人，年龄比我大个5-6岁、6-7岁都可以，俩人能合得来就可以。大姐，你看这个啊，这大哥平时啊锻炼，锻炼身体，喜欢玩哑铃。大姐也是，大姐喜欢那个游泳。游泳啊，嗯，身体好，嗯，是的，游泳啊，它是全身的运动，对，锻炼身体。凡是对于自己身体有意义的事，有意义的事。都是挺好的，我这至少早上起来没事空腹做操，广播运动操吧，就像那个学校，那时候广播操，对，就是广播操，就是参活动活动意思啊。你最好早上起来吧，别做那种操，等以后我教你。你就是甩胳膊抬脚这种操，完再这么收这么操，对脾肾都有好处。那我好像挺敞亮的人，以后教我这句话谁能？又不是3岁小孩儿，也是想说啥就说啥，比较实在个人。咱看这么亲事也是摸着石头过河，稳稳当当啊！一听说大哥有健身做操的习惯，咱大姐也是城墙里插竹竿，直
来直去，直言以后在一起了要亲自知道。说完后自己都忍不住害羞红脸了啊！咱大姐话都说的这么明显了，这指定是看上人家了啊！大哥还不快趁热打铁乘胜追击呀、啊！我吧是60年生的，周岁属于62，我虚59。59，嗯，你属什么？属兔。你属兔，我是63年的。我属鼠。哎呀，人都说嘛，属兔一家嘛，是不是有这说法？是吗？我不懂。我脑袋的印象里边是有，从咱们家庭来讲，这不就一家吗？啊。他说兔和鼠是一窝，我没听说过。那就说明他相中你这个人了，所以觉得连属相都合适。啊，那我没反应过来。啊，我是离异的，离异的30多年前就离了，孩子这么大也就3-4岁吧。那孩子现在在什么地方？在深圳。在深圳，嗯，已经定居了。定居了，深户。那、当初你们离婚是孩子就是归你？对，监护权。对，属于完把孩子再养的成家立业，培养大学。对，完了成家立业，上深圳了。嗯，我真的很佩服你，挺了不起，挺了不起。很苦啊，嗯，就是。苦到哪儿呢？就是说的，吃喝都不愁哈，就是哪嘎坏了，或者假如说壁虎哪嘎坏了哈，这半宿就别睡觉了。对呀、啊，哎呀，就这费心呐、啊，就是就这些小东西家里就是太艰难了，小维修的哈、哎，是这样。真是老奶奶钻被窝，给爷整笑了啊！要不是咱红娘在一旁提醒，大姐估计到现在都还没反应过来啊。大哥了解大姐的经历后，也是直言打心底的佩服，也是长江里的石头，经历过大风大浪，家里没有个男人属实是不好过。这马桶堵了，水管坏了，电灯不亮了，任哪一个都是让人头疼的。就像大姐说的那种，比如壁虎坏了，灯泡坏了，这将来谁修？这我完全可以修啊！这就是讲话，一个男同志的活吗？挺实在一个人，嗯，挺瞅面挺好个人，嗯。我的感觉还是直觉吧，就是说第一眼演员是不错，嗯，我挺认可。大哥讲话，有演员。倩倩，我是咋呢？我给这个李女士准备一束花，表示一下我的这个诚意吧。花在哪儿呢？花让我放到这个后边小厅了，我一会儿给她。你啥时候买的花啊？我提前买的，因为你这跟我说完以后，我感觉也挺，心里边有点数，挺有戏的。你先准备一束花吧，我就送给他讲话了。一是送花，就代表我的心意，也代表我的诚意。然后这一见面就发现，确实挺心里边更有底儿了。到时候我先让大姐转过去，就一会儿就是帮你瞒着一下先。啊，对，给让他拿出来，对，让他忙上来，完让他给这个小惊喜。行，就这么点儿。先转过来，先转过去。转过来干啥？那大哥可以进来了，大哥。好，你转过来吧。你转过来吧。壁花，我送你一束鲜花，代表了我的诚意。谢谢谢谢。希望你收下。谢谢。真是泥鳅钻洞，深藏不露啊！诸葛亮带兵出征，从不打无把握之仗，爱情靠争取。为爱不放弃，咱真是属实没想到，大哥还偷偷准备了这个惊喜啊！就这样式的追对象，就是有些小年轻们都自愧不如呀。这11朵玫瑰一送出去，咱看指定能把大姐的心给化了呀。嗯，看来几朵啊？不是99朵，11朵，这双的一心一意，这一心一意，两个就是单身组合到一起。对。也挺会浪漫的，我真没想到今天能收到花，真的，是不是挺开心的心情？幸福来的太突然。你是第一次收到花？第一次啊，好香啊。